嗯，那的感觉就是，嗯，然后线管从这边找，然后一开始你就接主线。我真的会玩到生气啊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之前那只角色又不见了，啊，可惜啦，因为他就没有 FB 绑定啊，所以一直不见，我气炸！然后我又找不到线玩的感觉，之前气得半死，这怎么用啊？这是跳过吗？我幸好大嘴比较强，对呀、啊。我是希望你可以再讲一个东西啊，反正就是挂机讲嘛。啊，有了有了、有了，原来这边就是线纹的感觉啊。我搁底下吹。